不是说之前我们不认识吗？那为什么这座庙里挂了这么多盏灯，盏盏都写着我的名字，满树心愿，像这样刻着你我名字的又有多少？韩西洲，你在害怕什么？其实你知道，被人冒名顶替这么多年，你心甘情愿吗？难道你就不害怕？我以为那就是真相，喜欢上了别人怎么办？楠楠的每一篇报道都是我来审核，她总会给我很多新的建议。你说如果谁能嫁给像吴问那样的人，应该会很幸福吧。西周，这么多重复的心愿会吵到菩萨的。我们的天都是为错，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打听过许楠楠，我真的打听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但我知道你去了新的地方，过上新的生活，忘了从前的事，我很开心。傻瓜，所以你是怎么想起来的？叫黄有才呢？没想到因祸得福。说什么呢？不嫌晦气。所以这么多年你都没有来找我，见到面还要假装不认识，就是因为当年在山上的事情。如果不上山，你就不会遇到那伙人，你也不会。多大点事儿啊，不就是挨顿打吗？反正我们美好的过去现在都记起来了，也算是患难见真情了。是啊，不就是挨顿打吗？韩西洲，如果我没有回灵城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就只能一直在这等了，等到神明显灵，听到我的心愿，把你带回我的身边。多大的事儿？不就是挨顿打吗？反正我们美好的过去现在都记起来了。